一家三口用的毛巾，妈妈每次用这个毛巾时，心情都像你手机里的第一个表情包。你的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哎呦，很不错哦，妈妈用的居然是彩虹毛巾。到我了，我用的毛巾可是很可爱的哟，不信你们看看吧。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穿着绿衣服围着白肚兜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妈妈说她最喜欢小朋友收藏的搞笑表情了，快点发出来让我们看看吧。也不知道爸爸的毛巾会不会很酷呢，一起来看爸爸的毛巾吧。咦，爸爸的毛巾怎么坑坑洼洼的，连上面的小猫图案都是破破烂烂的。不对，爸爸这个毛巾上怎么还有可爱的小动物，是不是用宝贝淘汰下的毛巾？爸爸日子不好过呀，小朋友们多多支持爸爸。爸爸此时的心情就像你手机列表里的第三个表情，哈哈，爸爸的毛巾也太吓人了，这黑咕隆咚的，恐怕连苍蝇都要吓跑了吧。